本上哈、哦，大概就遵循我们之前讲过的啦，反正就跑一个回圈，这个回圈里面呢会有逻辑判断，判断完结果呢，帮他把它，比如累加就累加啊，所以这边我们会学会大概就是怎么把数字累加的技巧。第二个，如果要输出的话，就不是数字累加，而是字串的什么呢？串接，可以把你要的东西串在一起，最后输出到指定的储存格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这边来 demo 一下给各位看，我刚刚做完的哈，这个做完大概结果了哈。这个按钮应该各位应该，我们今天第三次上课了哈，应该会做了，所以这个按钮一定是对应到一个 sub，有没有 sub？然后呢，如果插入函数的部分的话，一定对应到一个 function。好，所以你这边只要是 function 的话，就插入函数。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是第二个我们要做的啊。当然，如果这边有六个按钮啊，实际上就是六个 sub 啦。哈，那放在哪里呢？放在模组里面啊。刚刚有同学问说，那个模组是不是要放在同一个啦？其实你要拆开也可以，要把它合在一起也可以啦，这个都没有关系。不过因为我们现在还是算程式很少的阶段，所以其实你放在同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做法。不然有些同学哈，他分了好多个，结果还重复放一样的东西，那最后会变成说，他会插入那个聚集的时候哈，指定聚集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哇，一个 module 一、module 二、module 三，怎么好多个？因为重复的东西太多了。理论上哈，模组里面的这些 sub 名称不能重复哦，如果重复的话会发生错误哈。那我 demo 一下给各位看，第一个就是我如果按下它，它会自动帮我把这些全部跑出来；按下这一个，自动帮我把非数字的部分。那留下的话呢，就是把什么呢？把数字部分自动从这边切出来；英文的话呢，自动把英文部分切出来；中文的部分，因为中文只有一个，所以只会把 Nokia 三个字切出来。那最后再把它清除啦，大概就是这个流程。第一个哈，sub 啦，哦，怎么做？待会会讲。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再把它变成什么插入函数的 function。你当然这个我已经做好了，里面会有 function，所以使用者定义一定会出现。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留下数字个数，那我多一个函数，那就给什么？给原始资料，按个确定，它会把结果 return 到这边来啊。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地方做完之后哈，你就直接怎么样？喂给他资料，顶多是向下点两下，好，然后第三个这边，留下数字，留下数字的话，一样给原始资料，好，然后把它快点两下，这边也会出现，以此类推啦，哈，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方式，反正每一个都有每一个，所以刚刚这么复杂的公式啦，其实我还建议，如果你已经把它做成自定函数的话，应该会轻松很多啊，感觉有没有？同样的事情，点两下就可以了，哈。不过理论上哦，如果你插入函数之后哈，你要快点两下哈，直到这个资料有没有？这样快点两下，应该它会自动跑到最下面。为什么？因为旁边如果有东西的话，它理论上也会跟着对齐左边的那一栏啊。正常情况是这样的，可是偶尔会有一些不正常情况。但是跟各位讲，我比较少遇到不正常状况啊，主要原因是因为可能我的动作都是遵循他应该做的动作，可是如果你可能会做一些我可能不知道的动作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发生。因为很多时候同学问我说："老师为什么这样？"说真的，有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都是 follow 固定的规则，所以我比较不会遇到特殊的情况发生。所以很多同学问我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上课特别强调的。好，有没有同学？那老师那地方为什么我先讲？因为哈，很多人都问我一样的问题，那些问题我从来都没想过会这样发生的。好，OK，所以你们的问题也是我下一次上课的一个，算是什么？算是一个参考啊，负向的，就另外一种参考啦，也不能说负向哦。所以因为可能你们会漏掉一些细节啦。那其实我觉得使用工具哈，最重要就是细节。因为你以为那不重要，其实它就是最重要的关键点。如果你只要把细节注意到了，其实使用工具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因为它会帮你处理掉所有你的问题。好，OK，所以那个细节，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把它全部记在脑袋里面。那我是强烈建议你可以用
就是把它记在像讲义，那或者是像我的习惯放在云端上，我手机或者电脑任何装置都可以随时存取。那我需要看，比如说我今天要备课的时候，我可以把讲义里面的东西或者云端上面的东西把它再看一下。那基本上哦，在做下一次是做同样的动作也比较不会出错了。不然的话，我光要上课，我上过的课程语言、程式语言的种类太多太多了，我光要记这些东西，我可能记不完。那为什么我可以教这些东西？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没有把它塞在我的脑袋里面，我只记关键的啊，最重要的那部分。其他部分的话，也许我就把它放在我找得到的地方就好了。我课前哦，再看一下，我大概就会了。啊，这个我想也是一个经验的分享啦。所以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大部分同学会觉得这很难？可能大部分应该是用的方法可能不太对啦。哦 ，OK， 所以这个我想慢慢各位可以体会哈。那其他的话就是来就是把这个地方再插入一个中文的部分原始资料。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如果说要把这个最后的结果哈分别做出来，我们先从第一个，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第一个做完哈，其他的程式都可以拿第一个程式来贴的。OK， 所以如果你第一个做出来的话，后面就复制贴上就可以了。就可以搞定了，为什么？因为结构都一样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要如何撰写。好，第一个数字个数，那我的需求是按下它，它可以自动帮我把这个范围跑完。哎，那我要怎么样呢可以跑完呢？接下来当然第一个我需要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程式大部分前面都有讲过。好，首先的话第一个我要跟它讲什么，不过这特别注意哦，这个这个数字个数的 sub 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先在我们的程式里面按右键，如果你没有模组记得要先插入一个模组，那如果已经有了你就把它打开。第二的话呢，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插入一个所谓的数字个数的一个这个 sub， 所以在上面插入一个程序，在这上面输入叫数字个数，按确定就可以了。那再来的话呢，我需要什么呢？其实我都按固定流程，一先告诉他说我要从哪一个储存格跑到哪一个储存格，然后还记得吧，我们打什么了 for， 有没有 for i 等于什么呢？等于第二列到第九列好了。假设我们先不用追踪的，我们直接用那个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九列， OK， 第一个部分嘛。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先把什么，把那个列数先告诉他。那第二个的话呢，我再告诉他什么，哎，我里面会有几个字，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我可以什么再去抓里面的字数，可是字数我不知道，所以我可以什么 for 在，可是字数很多个嘛，所以呢第二个你可能要在这个回圈里面再跑第二个回圈，那这个第二个回圈主要目的是抓里面有几个字，所以呢 for 啊，你这个时候就不能用 i 了，所以用 j 好了，反正习惯，ijkl， 反正就一直往下就对。啊，你也想说那个 i 跟 j 的名称是不是固定的？不是，它是个变数名称，你叫 a 叫 b 都可以，只是这个 i 跟 j 是习惯写法。OK， 等于什么呢？等于哪一个字呢？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那最后一个字的话，我是抓这个储存格，这个储存格呢叫 sales，i 列的A 栏嘛，我就从 A 栏里面抓出来啊。它理论里面的话有几个字呢？我可以在这个储存格外面包一个函数叫 len， 这个 len 呢就是前面我们有写过的，那 VBA 跟 Excel 函数里面都一样，它会告诉我里面有几个字，所以 Excel 给它 len 呢就会5，所以第一个字到第五个字的意思，所以它会一个字一个字抓出来啊，打一个 next，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一层，这边又一层，所以这一题又比较更困难一点啊，就是两个回圈哦，之前就一个回圈，现在是回圈里面再跑回圈哈。再来的话做什么呢？哎，判断一下，因为我第一个字抓过来，那我要判断什么？判断它是不是在47到58之间。那刚刚我们是用什么呢？用那个扣函数，可是呢在 VBA 里面哦，它不是用扣函数，它名称不一样，它叫，它比较像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是内码是 ASCII code， 所以它刚好那个名称叫 ASC， 用 ASC 这个函数呢
抓到你的那个什么呢？你里面的内码哦啊，所以我们判断呢 ，if 记得在 VBA 里面，如果啊判断逻辑的话是 if 什么呢 ？ASC 或者你可以打一个 VBA 电，点下去 VBA 里面所有的函数会列出来，其中的话第三个就是 ASC 判断内码，那哪一个字的内码呢？你当然不是把 A 栏里面所有东西给他，而是把什么呢？把那个 A 栏里面切出来的第几个字，有没有？所以这位回圈是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三个，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呢？用 mid MID 前刮弧，跟他讲说呢，我的资料在哪里呢？资料在 A 栏里面啊 ，A 栏就这一个，其实可以复制贴过来 ，Ctrl 键按住，在 A 栏里面的第几个？第 J 一个，有没有？它会一、二、三、四啊，逗点要抓几个？抓一个字，好。然后呢，判断一下，如果是它是小于47，而且有没有 and？ 刚刚是用乘啦，不过在这里是用 and 啦，哈、哦，这个概念大家有哈、哦。然后呢，后面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啊 ，and 后面的话，你就把第二个条件怎么样呢？其实后面那个可以把这个拿来复制，好、哦，把它复制 ，Ctrl 键拖拉之后，你可以 Ctrl C Ctrl V 啊，我的习惯是用拖拉的。哦，拖拉按 Ctrl 键就是复制贴上，哦，然后呢，把后面这边改成什么呢？大于多少呢？ 58，哦，然后空一格 then， 然后做什么？哦 ，Enter 两下，哎，这边拖拉过来，那这边if 这个，然后再来的话呢，这边哈、哦、then end 两下，打一个 end if 哈、哦，因为基本上呢，如果有一个那个 end if 的话呢，那就会 end if 结束这个 if 哦。那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嗯，如果红色字的话，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哈、哦。哦，没有，这个是后面我有漏掉东西哦，后刮弧啦。这边是 ASCII 这个刮弧，然后这个是这个的刮弧。啊，这个的话是这个的刮弧，所以我漏掉一个刮弧，哦 ，OK， 好，所以漏一个刮弧，这个插一个刮弧就会找很久了，哈、哦，然后面打一个 then， 所以有的时候啦，刮弧也是一个重点，因为前面如果有三个一二三，后面也要三个，而且哪一个对哪一个，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如果对错了或放错位置，结果也不对，哦 ，OK， 应该可以看懂哪一个对哪一个啦，哈、哦。然后如果这个假设说它是这个逻辑发生的话，那我要做什么呢？我要加一个，所以这里缺一个什么呢？缺一个变数，所以这个变数什么用来加总的，那个一般会在上面宣告、哦、其实 VBA 其实不需要宣告，它只要设一个初始值给它，比如说我设定一个什么，假设杠子好，这个是一个自己取的一个名称，等于零，意思就是说我这边增加一个变数叫 count， 这个是自己增加的哦，啊，名称是自己取的，你如果叫 count 叫其他都 OK、哦、然后呢我就怎么样呢，当它如果是这个条件为出，它会进来，那我就把什么 count 这个变数原来是0、哦、它等于什么呢， count 本身加1就可以了，有没有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条件，那我就把它加1，原来是0嘛，加了1之后呢，它会帮我存在前面，所以最重要是后面东西加完之后帮我存到前面，所以原来是零，零加了一之后存上去，那换下一个如果又一个，然后再帮我加一加一啊变二，一直存，它有点像，反正变数的原理就是这样嘛，反正就是它会一直更新，可以改变的一个变数、哦、然后呢，最后的话呢，跑完之后呢，那每一个字都全部跑完的，那我们最后结果可以怎么样呢？再把最后这个count的数字怎么样，再传给它跑完每一个，那我再怎么样呢？在这个内回圈、哦、指的是哪几个字嘛，所以在这个 nest 下方再怎么样呢，把结果丢到哪里，丢到指定的 B 栏，所以同一列的 B 栏，那我可以怎么样，干脆拿这个来修改比较快、哦、这个拿来放在前面，后面的东西丢到什么呢，丢到前面，那 后面的东西是指的是什么呢，等于把 count 丢进来， count 指的是最后加总的结果，哎，加加加放进去，有没有，换下一个，下一个的话意思就是15 15又放过来，然后他算5个字，然后又判断、啊、总共有1、2、3，所以他跑了3次，加了3次之后再把结果怎么丢到指定的这个 B 栏里面，有没有 OK， 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啦。我们来 run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这边把它清空一下。程式就是这样写啊，就大概就这样而已哦。但是可能太快了，我按 F8 好了，厨房来跑。抗争目前等于零，所以里面看现在没有东西哈、哦。然后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九列，再来追的话是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那因为呢，这个 Excel， 所以 len 回来的结果会是五个。它有没有？你看游标上面，它会告诉你里面到底是多少，有没有？然后呢，判断一下，把里面的第一个字，所以第一个字切出来是一，是不是在47到58之间？不是的话就跳过，所以它跳过有没有？然后下一个，所以理论上 Excel 这个里面都没有，所以抗着预设值等于零嘛，所以它会把零怎么样丢到这里面，同一列嘛，第二列，所以 B2 丢到这里面，零有没有？ Next 指的是下一个下一列嘛，三一二五就放进来，然后一样啦，第一个字是不是那个数字一是嘛，所以它会怎么样跳到里面，哎，等一下，125，看车，这里面外面其实没关系，其实放这里放外面就是哦，啊对，零啊对，有可能要归零，对，这个可能要放里面，否则它将来它不会归零、哦，这个位置可能很重要，因为进来之后要把它归零啊、哦，然后看一的部分，哎，一五 K 区第一个字。理论上是一、哦、那是不是我的逻辑有写错？大于47，而且要是应该啊方向的，应该是错了，应该怎么样？大于47才对，变成小于了，有没有？这个应该什么？小于58哦，难怪。所以有时候啦，逐行，因为你写完程式哦，没有人敢保证你写一次保证是对的，有时候可能。所以我的习惯是，反正我先跑跑看，如果跑到那个可能关键地方，情况下应该要进去里面呢、啊。可是他为什么没有进去、哦、那可能就要看一下程式、哦、再来你 VBA 有个优点，就是你跑过了程式你可以把它倒车，这个是 VBA 厉害的地方。说到倒车就是跑过头对不对、哦、没关系，我改完了，我可以让它再跑一次看看、哦、其实这个工具 VBA、哦、跟其他语言比起来，这个还算是蛮厉害的，蛮方便的。因为其他语言如果你有写过其他的话，跑完就算，你也不知道哪里错，你可能要慢慢再找啊。这个不会，会进来，这时候会进来，表示他抓到一是一个数字，所以现在 count 是零，他就把它加了一，加了一之后的话呢，现在里面放一嘛，那换下一个 next 然后呢二是不是一二五嘛，二是不是 A 也是，所以再把它加一 count 等于二嘛，然后五的话是不是也是，那 D K 不是跳过 G 也不是，最后的话呢把结果啊 count 等于三哈，那就帮我输出三个了，换下一个字，以此类推啊。那为什么 count 要写在这里？因为里面是三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把它清，把它恢复成零的话，然后变成如果下一个用它又一直加上去了、啊，一直加一直，奇怪怎么越加越多、哦、原来你没有忘了把它归零，就跟那个你计时一样嘛，你计时你一定要把它归零 reset 再重来一次，一样的道理，所以看着这边一定要等于零，然后换下一个啊，以此类推啊，所以底下都一样，我就把它全部执行了，好，这样就完成了。那当然做完之后我是建议怎么样，里面每一行每一行程式可能你目前还看得懂，但是你未来可能会忘记到底是什么用途，所以习惯上会怎么样呢？你写完程式之后我把它恢复成原来我写，会怎么样呢？在里面再增加那个里面的这一些所谓的注解，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所以请各位可以先参考一下这边在讲义46页里面，我除了说在那个程式写完之后也在上面有1234的这个叙述，前面一定是单引号，后面就是说这个底下的程式做什么用途，也许可以在这边看着，如果没加你也可以自己加，因为这个注解是写给你自己看，不应该讲起来是写给你未来的自己看，因为你即将会忘记，所以你写给你以后看，因为你以后忘记你才会知道说你那时候到底在写什么，不然你现在会写了，可能将来你回头看对那时候我到底在写什么请各位试一下然后参考一下46页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同样的逻辑其实这个写完之后后面还有4个 sub 都可以拿这个来做修。